各位下午好。从去年的那个开源码会议到今年2008哈，这一整年的 EBC 做了哪些事情跟 Open Source 有关哈？第一个当然就是 EBC 开放 SDK 嘛。那在这一年里面呢，其实我们还花了很多的体力呢。第一个做什么事呢？找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些应用软体厂商，不管它原来是 Open Source 的，还是它原来是 Commercial 的软体厂商，把它很有价值的东西抛在 EBC 里面。比如说在 Internet 里面呢，我们就会去找 Google， 像 Google 的 Picasa， 我们就会把它整进来。那像各位在这个 XP 上常用的 DuckEye。这个字典啊，随点随意，我们也就把字典呢直接移到 EPC 里面来。帮助软体呢 Node 32，我们也把 Node 32移到这里面来。除了这些 commercial 软体之外，我们尽量让它的东西可以在 Linux 上面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增加使用者的 EOU 嘛，哈 ，Ease of Use。为什么？因为有些软体呢，它是在 XP Microsoft 平台，我们就希望它直接移到 Linux 上面来。那除了说这些 commercial 软体一进来之外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把很多的 open source 好的软体，比如说还是把它 port 进来，比如像 FreeMind， 大家常用一些 FreeMind 的 tool， 那我们就把 FreeMind 的整合机呢直接放进来。那所以除了这一年里面呢，其实除了 EEPC 放进来之外呢，我们还把一些数位内容，比如学中文，因为我们希望全世界的海外的 user。能够很容易去学中文，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数位内容实际有这种教学效果的东西也把它放进来。为什么？因为就是毕竟是中华文化嘛。所以在这一年里面呢，我们除了把这个 SDK 开放呢，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让很多好的软体实在是能够到这个全世界里面来。所以这一年里面呢，这个 SDK 的开放呢，除了就是说靠社群，让社群你有更多的 tool 可以去使用之外 ，commercial 的软体其实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但是今天呢，其实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更大的那个服务哦，我们把它叫做 eDownload， 其实是 e 社群的其中的第一个服务。所谓在这易社群里面呢，我们希望做到第一个易下载，第二个叫易分享，第三个叫易论坛，第四个叫易购买。那我就开始来跟各位展示了，我就直接用展示，就不用投影片。那各位看到我 click 一个 icon， 这就是易 download 的这个软体。各位发现这个网站里面呢，我们目前收集了3432个 Linux free 的软体，然后呢，我们收集了148个那个网路。数位内容的 audio 或 video 在这里面，在这个网站上目前是 free， 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 Linux 的软体。那我们怎么让使用者很容易使用这个呢？各位会看到左边这里有工作、学习、娱乐、设定跟所有软体。比如说我要找跟网际网络相关的软体，我只要在这里 click 网际网络，所以你就会看到，所以有关于网际网络，我们在做一个子分类。比如说我要收集的是浏览及电子邮件的啦。还是我是 RSS 应用的软体，你就会发现这些好的软体全部在这里。那每个软体呢，我们都会帮他做说明，而且是也会先经过测试使用，然后也会有使用者评分，比如说有5分，那代表说使用者对这个软体是相当好的。那使用者该怎么用呢？其实很简单哦，比如说这首页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它是很优的、非常优的软体，我们就在这里主打软体，比如说 GIMP 啦、可以买 Money 啦，还有一个这个赛车类的软体。那我怎么知道这个赛车类的软体是不是适合我？使用者只要点进来，就会看到这些赛车类的软体的说明，还有比如说，这个软体的 Screen 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使用者很清楚知道这个软体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这个软体的界面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假如你觉得不错，这就是我要的，那你只要按立即安装就装完了。那再举例比如说 Can My Money， 我觉得说 Can My Money 可能是我需要一个计费的软体啊，就计钱管钱的软体。
那我看了这个说明，哎，不错，它很好，这是我要的。那它该怎么用呢？它直接就按那个立即安装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现场来 demo 一个这个立即安装啊。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让 EPC 的使用者立即就找到它可以免费使用而且非常好用的 Linux 软体。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收集3418个软体。这个所谓的收集是指什么？我们会有一个 Service Engineer Team 在华硕，就开始去收集 Cohort AP， 比如说各位社群或者在欧洲的社群，在美国的社群，我们把这个需求送出去。请问各位 Community 有没有很好的 AP？ 有，请你送给我们。那之后呢，华硕就会做什么呢？就会做测试。所以我们的 team 呢，就会帮他做 EOU 的测试。哎，这个使用界面到底好不好啊？这个有没有相应性的问题啊？你目前支援哪几国语言啊？我们会帮他做很完整的测试，而且还给他 feedback。测试完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软体真的是不错，那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这个 Ethernet 里面来。所以我们还会帮他包成 Debian 的 package， 只要他不是用 Debian package 去包的，我们还会帮他包成 Debian package。那只要这个软体真的很不错，比如说 KMyMoney， 它可能支援的软体可能是4个国家的语言，那可是 EPC 卖20个国家的语言呢、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帮他做 I18N 免费，帮他翻成其他国家的语言，直接做 I18N 免费。为什么？因为这个软体很好。各位刚才会看到，当你要download这个软体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把作者的名字写出来，因为这不是华硕做的软体，这会有它的作者，所以我们就直接 promote 这个作者是谁做的软体，我们就把名字秀上来。我们帮他做测试，我们帮他做 I18N， 我们帮他做 EOU 改善，而且我们使用者在这个 eDownload 里面，可能对这个软体有一些建议啊，他觉得哎，这个 icon 应该这样子改，那我们也把这个 feedback 给这个原始作者。好，那刚才我已经 download 了 KMyMoney， 各位看到这个我的右下角就勾了 KMyMoney， 所以我只要一点，我就可以使用。所以 EPC 的 user 怎么去使用 Linux 的软体呢？就这么简单，去选安装就完了。他说我不喜欢，我今天可能用 KMyMoney， 我明天我不要用 KMyMoney， 没关系，你立即移除。所以他在使用上其实相当的方便。那除了在这个网站里面呢，除了这些软体之外，我们其实还帮他收集了 digital content， 就是所谓的数位内容。所以各位呢，再把这个网站呢往下拉一下，网络有点慢啊。大家再把它往下拉一下，会看到它这里有影片跟音乐。我们目前呢收集的这些影片音乐呢，尽量是 Creative Commons 的，就是 Copyleft。那里面收集的类别呢，比如说声音类的，我们会找什么呢？有声书、MP3 的音乐，还有一些幼教的。那 Video 呢，我们会有短片的 Video， 还有什么呢？还有 Flash Cam。还有呢一些教育类的，还有四期动漫。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比如说哎，这首歌哎 On the Road 作者呢叫 First， 那我直接按下下载，它其实就开始下载了。他就问我说哎，我要放到哪一个目录啊？假设我要放到这个 My Document。那在下载的同时呢，你可以下载音乐，同时也可以下载应用程式。那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希望 EPC 的 user 可以真正的 enjoy 各位社群里面写出好的软体。我们要让22个国家目前超过200万个使用者 EPC 的使用者能够真正感谢各位写的好软体。不管你是写软体的 coder， 还是你是做 digital content 的artist， 我们都欢迎你把的东西用过来。好，比如我已经download好这首歌了，
这首歌呢，就是我刚才当了这首歌《嫦娥落》，它已经开始在播放了。那个我在播放这个歌曲的过程，我还要看一个短片哦，可能哦，好吧，我就看那个笑话系列歪歪果，那我就下载。所以我现在是一边欣赏我刚才听到的音乐，然后呢一边在下载另外一个动漫。那当然我也可以这个时候用其他的应用软体，这是完全是可以的。所以对 EBC user 来讲呢，各位 coder 怎么把你的东西送到22个不同国家的手上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推的 E 服务。所以 E 服务跟刚才各位报告的第一个叫做 E 下载，它就是这么容易的下载，我想每个应该都会下载。第二个呢，是我们也做了一个东西叫做 E 分享。现在每台 EDC 呢内附20GB 的 Free Web Storage， 所以刚才各位下载的音乐角，你觉得不错啊，这首歌我很好，我想分享到我 social network 的朋友，你刚才下载的目录呢，就选到你的 Web Storage 去，你的朋友就全部拿到了。所以这叫做 E 分享，所以每台 EBC 出去呢，都有 default 20GB 的免费的这个 Web Storage。 那刚才跟各位报告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E 论坛。好，那我刚才已经把这个动漫下载下来了，我就把它打开，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YY 果到底在讲些什么事情。各位看到最后的这里面都会是原始作者的广告，为什么？我们希望promo的是原始作者，不是华硕。为什么？因为这个作品不是华硕的，是原始作者。那接下来我就用投影片来跟各位快速讲一下华硕在 E 社群里面到底要做哪些事情，怎么帮助 community。 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是 coder 居多，因为就三个角色嘛， coder、user、promoter，就是我们开源里面最三大的最重要的角色吧。各位会发现我们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万的 e-user， 这些 user 呢对 Linux 不熟，可是我们要让他知道 Linux 的好处。怎么知道 Linux 的好处呢？第一个，我们就把这些很有价值的这些 Linux application 收集测试验证，帮他顺便做 ISO 发布。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网站，刚才下面还有一个排行榜哦，1到10前十名是谁选的？是 EUser 来选的，他会摆国家来选前十名到前第一名到第十名的 application， 所以每个人都有投票权。这个软体真的好不好？其实 User 直接在上面留言，作者马上就知道，中间完全没有作假，所以 Coder 马上知道，哎呀，我这个软体在这个国家，大家觉得这个好不好？很直接哦，所以我们第一个会把这个 application 收集起来，帮他验证改善跟做 ISO 发布。第二个呢，我们不只要 AP， 我们还要 content，PubLab 的 content。刚才各位看到的那些 content 呢，其实都是还蛮 high quality 的。那为什么 free？ 因为他 follow Creative Commons， 因为他可能要先 promote 他自己。为什么？因为我是非主流的作者，我现在就先 promote 我自己嘛。
那之后呢，我总不能一直 free 吧，所以呢之后的作者，当你对头目在你当中大家都认识你之后，你接下来的软体，你接下来的 content 是可以卖钱的。所以我们刚才有讲易购买，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卖多少钱，甚至你可以决定你不用钱。我们在这网站里面还会设计一个功能叫做 tips 小费，所以我是 user， 哎呀你这个软体写得真好，虽然你说不用钱，我可以赏给你小费，所以作者真的可以拿到钱，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在结合 e-storage， 所以你的东西就可以散播得更广。所以各位刚才看到这个应当的就有一个 icon， 这个就是刚才的网站，所以你可以 download application， 你可以 download digital content。我们很感谢社群帮 EDC 做了这么多事情，接下来我们华硕要帮社群做什么？教你的软体，你的 AP content 都很好，我们就帮你做免费的测试、免费的验证 EOU， 甚至 promote 你。怎么叫怎么 promote 你呢？假如你是 top 一到 top 十的 coder， 这个软体是你写的，我们在各个国家有声明啊，我们会请作者去给一个 speech， 而不是华硕去做 speech。为什么？因为那个软体不是华硕写，是各位写的，我们就 promote 你去那边做 speech。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 call for AP call for content， 然后呢，我们会给作者有 EOU 的 feedback， 然后呢，我们帮助你去 enhance 你的 AP 跟 content， 假如有需要的话。第四个呢，我们会 promote 你这个作者，所以作者的名字、你的之前的好的佳作，我们通通会秀在刚才 eDownload， 22个国家、全世界的 EDC user 都认识你。第五个呢，我们会帮你做 ISBN， 因为你的国家、你的语言可能只有两三个，我们会帮你做其他的语言。第六个呢，假如你下一代的 enhance 的软体，你想用销售的方式，那也可以在上面卖。然后第七个呢，我们会请你去参加 EEPC 的 seminar， 在不同国家里面去跟你的 fan 面对面介绍。除了这个 eDownload 之外呢，我们当然希望 eCommunity 能够开一些新的 project 给 EEPC， 或 Community 华硕会赞助。我们现在希望的这个 project 呢，可能希望比如说像 location based service 的 GPS， 还有 digital TV。Digital TV Location Based Service 加上 GPS 的，还有跟 Content 有关的，还有最后一个，我们也很希望大家能够体验一个 Project， 就是跟 Touch 有关的触控式荧幕。我想刚才讲的那几个主题呢，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吸引人的一个主题。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有需要的话就直接跟我联系，谢谢。